府城台南，许多知名的美食连锁品牌皆发迹于此。而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去看一间首开台湾炭火烧三明治风潮的创始品牌，一探他们从小餐车起家，一路拓展成全台近百家知名连锁大王的成功关键。这里是品牌位于台南的旗舰店，店内坐满了前来享用美味早餐的人潮。自2003年从台南发迹后，迅速在全台掀起一股炭火烧三明治风潮。我那时候永远记得，就是说在第一次卖的时候，第一天的生意营收不到500块，到一个多月之后呢，我们的生意就是说每次开始营业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卖完了。为什么？因为没货了。你用餐车在卖，备料有限，所以才会想说不然来开始找寻店面。就在台南的比较著名的观光景点赤坎楼附近开了我们的第一家的实体店面。身处在全台小吃的一级战区，自然必须通过府城消费者最严苛的口味考验，因而奠定了品牌在食材挑选、口感呈现及新品研发上的坚强实力，成为备受美食界瞩目的人气名店。我们心里面想说，我们卖的炭烤三明治这么好吃，如果又可以帮助到员工创业，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何乐不为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加盟店也接近百家。在品牌掀起一股蔓延全台的炭火烧三明治美食旋风后，市场上出现不少后继效仿者。但品牌之所以能够坐稳领导品牌地位的关键要素，则蕴藏在品牌食材制作的细节里。从备料、搅拌、分块、整形、发酵、烘焙，这些原物料的比例，每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调整。那我们的沙拉酱呢，像我们里面放的最简单的是鸡蛋、沙拉油、糖跟盐，这些东西调配出来变成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提味的沙拉酱。那小黄瓜吃起来清脆的口感，再加上沙拉酱酸甜的提味，吐司烤起来会外酥内软，吃起来的口感绝对是你在外面所吃不到的，也是一般消费者对我们习得最深刻的印象。从2003年品牌创立，全台大小城镇皆有其据点，凭借的不只是各式美味的超值早午餐，更包含店家诚挚的待客之道和时时推陈出新的创新产品。比起创新产品呢，不如说我们更重视食材的品质及安全。我们的坚持是为了让所有来我们店里面消费的消费者不用去担心食安的问题，用心做出每一份餐点，让所有的消费者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为了让自家的美味能够飘香全台各地，也为了帮助创业者一圆梦想，品牌总部也提供了完备的创业方案，期许能在国内早午餐的美食领域中大放异彩。凭借着独家的炭火烧三明治美味，迅速累积顾客群及知名度，而加盟主们也都靠着这份踏实又可靠的生意，打造出自己的早午餐事业王国，并从客人品尝三明治时的满足与快乐中享受创业的成就感。那总部呢，其实他对我们也给予相当大的程度的信任，好，有任何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沟通跟协调，让客人可以吃到很美味的食物，然后呢看到他们露出满足的表情，那整个的成就感是与日俱增。其实秉持的热忱哦，那整个的创业过程里面其实是会很开心的。我们常常跟所有的老板讲，态度呢是你制胜的一个关键。我们用非常正面的态度去迎接每一个成长阶段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从小餐车到开店到成立总部，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下一步呢，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吃到喜得。简单纯粹的三明治美食，却以道地复古手作风味风靡全台。即使面临后进业者的强力竞争与挑战，但用坚持和时间淬炼出的独家品牌魅力，依旧让品牌稳居市场的领头羊地位。探索美味，完美绝配，邀你品尝最道地正统的炭火烧三明治。